前点，哎呦，这下蹭的不错呀、啊，李文君，没问题。徐明安，机会来了呀，1-1，曼多基进球了。曼多基依靠着一个定位球，这是曼多基这赛季的第二个进球。这个球，飞博士的庆祝啊！是这个球，海港的后防线出大问题了。都在抢这第一点，结果都没碰到。我们再看，这个，哎，这是不是还是于海最后蹭了一下？后边这三个人啊，其实退的速度有点慢了，他对这个二点球反应慢了。但是我们往回倒一倒，想想这个任意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。左侧上港的左侧的这个防守过来了五个人，但是你的最后是什么？是犯规。是，其实你已经形成了局部的多强少。余的比赛时间内是否会有直接任意球进球 ？A 会 ，B 不会。来了，好球！啊、特索涅夫、啊、能不能完成射门？角高台来了！哎呦，这个球啊，差一点，特索涅夫也非常懊恼啊，也不知道说。